龙珠超新篇章蓄势待发，悟空的下一个新形态会是什么样子？在龙珠超漫画最新的剧情中，悟空和摩罗的战斗已经到了尾声，随主悟空将水晶打碎，摩罗这位活了亿万年的老古董的梦想也跟入破碎了。自在极一宫已经横跨两个大篇章了，在龙珠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，因此新篇章的出现必然会带来新的形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悟空的下一个形态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染发变身是龙珠中最简单的变身了，和常态相比，超与超二是一种在改变发型的同时改变发色的变身，但是超蓝和超红就是一种仅仅改变发色的变身了。悟空的超红形态和常态高度相似，仅仅是将头发染红了，超蓝形态和超一超二高度相似，只是将头发变成了蓝色。目前十二种颜色中仅仅使用了黑色、黄色、红色、蓝色、银色以及白色，新形态可以从剩下的颜色中重新选取一种，再次设计出一个染发形态。改变发型是一种辨识度比较高的变身，最有代表性的形态就是超三形态了。变身超三以后的赛亚人长发会及腰，要是身材矮一点的话，长发可能会一直到脚，比如悟天克斯的超三状态。不过超三形态十分难画，打斗很容易崩坏，因此登场次数很少。悟空的新形态可以继续沿用改变发型套路，重新设计出一种不一样的发型，新形态就出来了。自在极一宫是一种神之技能，战斗的时候不需要通过大脑，可以直接让身体自己战斗。悟空整整修行了两个大篇章，经历了宇宙的生死存亡，经历了献祭篇是队友才掌握这种技能的完美形态。从维斯口中我们可以得知，自在极意对天使族来说是一种十分基础的技能，每个天使都会。天使们已经将自在极意完全融入身体了，战斗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，不像悟空那样还需要变身。天使族是一个十分强大的种族，自在极意对他们来说有可能只是一种最低级的技能。打败摩罗以后，悟空对自己的实力不满意，继续拜师维斯门下修行，于是维斯开始教悟空更高级的神之技。在赛亚人的众多变身中，超四毫无疑问是变化最大的一种，粉丝们也十分满意。变身超四以后，赛亚人的眼眶会变成红色，浑身上下覆盖住一层红色的体毛，再次变回了赛亚人的野性状态。新形态可以博取所有形态的长处，不依靠染发和改变发型，重新设计出一种改变形态的变身。第五种假设，使用各种组合形态。由于自在极意功是一种神之技，并不是赛亚人的专属技能，因此理论上其他人也是可以修炼的，当然赛亚人们也可以在变身超赛的时候同时使用自在极意功，
比如超三造型的自在极意功等。除了单人使用组合形态，物吉塔、贝吉特这些合体战士也可以使用自在极意功。战士合体以后实力提升巨大，在合体的同时使用自在极意功，再战一两个天章不是问题。你喜欢这个视频吗？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，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，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，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，订阅我。再见。